平安。平安。真欢喜，咱的修会答应伫今仔日，予阮台中中心教会为着教会建堂，伫遮来募款。彰化中会对我来讲，毋是亲属的中会，因为1991，我伫美国倒转来，我就伫彰基。但是伫彰基，恁大概看袂着我，因为我一个来，我就走去二林，我当孤伫二林。但是应该伫啊伫这个彰会有三年久，我想咱彼此咱无啥物亲疏才对。今日第一摆徛伫遮，甲咱三位来敬拜，感谢主的恩典，咱三来祈祷。主要说，阮真正要奉你的名伫遮，讲哈利路亚，俄罗斯的名。因为伫你的内面，阮真侪一家人。伫你的内面，你甲阮带到伫上帝国度内面，互阮平平介绍阮一个，讲伊就是做阮的天父，天顶的大老爸。阮所有的人无论伫啥物所在，阮虽然普通时分散，总是阮伫礼拜日会当伫只三甲聚集，伫上帝的家。虽然中心教会甲永福教会。在地理上也离别一段真远，就是今仔日，阮伫精神上阮含义，因为三甲伫遮要来分享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要直接分享到阮伫各族的社区内面，阮普通时伫遐受命，尽力为主传福音做见证的工，会在去这个时间管理舒服，短短的时间管理保守，信息伫阮伫遮做工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今日目睭前，即个只有三位宣教师，唔知你会当看讲迄是啥物人？去了一个，我三个拢互，三个两个目睭的。迄、那个伫你的正手边、倒手边吧，是毋是？请问迄个是啥物人？马代 ，OK。伫你的正手边的啥物人？咱中华基督教会的创始者南尼先夫妇，中央迄个什么人？唔通阿讲，因三个人伫台湾上上早，唔通阿讲，医师、律师上早，伊咱即马福音第一个定律，就是伫基督教会做阮，我有一个学生伫遐，已经来基督教会去到。要几亿万，变作一个地标。啊，迄个基澳就是马国登陆，1865年登陆是对基澳登陆。啊，即摆迄个教会已经变作真大个教会，海港个教会。第二就是1871年马盖博士伫台北。马盖博士第三代。我来伫温哥华退休伫教会，我温哥华无过时段，伫我教会边啊隔一个迄个树啊，伫迄个养老院内面。常常阮伫遐有一个建立大学，请伊来演讲的时，伊也过会用台湾话讲，黄牧师伊在排音啊，黄牧师伊在排音啊，马家第三代。咱赖医生伫中部，当时来。1895，去年有一个大战争。1895马关条约迄个时 ，OK， 将台湾割予日本，就是伫去年啊，南医生来到伫彰化。那因伫这三个伫这个叫一个共同的有一寡共同的现象。一个是因是本地人啊，外国人，因拢外国人。外国人来到伫台湾，百多年前台湾迄个时是马来西亚真普遍，网堂真多的时，无啥物受教育的时，因这三个人，外国人高等教育，放到因的家乡来到伫台湾，然后因伫咧传播耶稣基督福音，福音甲医疗结连，福音甲办学校结连，我想这是因三个宣教师真一致的所在。写出基督，传扬基督福音，带去遥远的英国、苏格兰，还是伫加拿大来到伫遮。我想，这个需要来去想。
其他的宗教真正有这款，就是伫耶稣基督的名属下这个信仰，是差不多拢会走到真远的所在。然后，迄个真远的所在，毋是去找一个真水的环境，然后带伊家庭去安尼享受，毋是，是凡尔先修真凡的，然后走去到伫真宗卡。迄个方向真趣味，然后传耶稣基督福音，的确还佫较歹命人那个结论。因为咱三个来分享的这个信息，福音定根伫用理，福音定根伫用理，教会爱活出一个新的希望。基督教会一个真要紧的精神是焚而不毁。圣书的有这款的精神，无论是伫德国伫所伫甚物所在，基督教会的信仰、基督教会的信徒，常常拢受着真大的压迫，包括台湾的基督教会。所有教派中间，伫伊的处境的下面，受着上大压迫的，差不多拢是基督教会，因为基督教会。伊所认同的是歹命人，而且是迄当地的歹命人。注意，城市的三星歹命人。歹命人常常拢是有一挂环境造成。歹命人毋是家己本身会变作歹命，真侪时阵是伊拢无机会，还是伊发生变故，还是伫一个结构性的，好可能把人提了了。撑会撑到到尾啊！伊爱歹命人，歹命人通常受气煞，因为教会的信仰就是去甲遮个人破塌掉，用信仰用痛来甲遮个人破塌。但是你去接近遮个绝大多数的歹命人，伊个结果顶面的遐个人对你的会有声音啊！即个进入教会，慢慢你来看进入教会，圣书底下还有一个焚而不毁的精神底下。啊，福音一摆到台湾，对台湾产生一个结构性的变化。福音一摆到彰化，就伫这个彰化产生一个结构性的变化。啊，咱今仔日沿河教会是安当伫这个所在，搁伫迄个大埔的下骹。啊，然后一挂遐灵牌人，那伫咧举行报道会，常常拢讲啥？彰化，我看见了彰化，天空都什么呀？乌云密布，被黑暗的权力掌控，差不多明白拢安尼伫咧讲。啊，咱因我讲咧，是安大伫即个大埔的下骹会当创啥？我想，即个信仰拢有意义。啊，咱来看，耶稣基督伫咧传上帝国天国的福音。唔知你对福音什么款的了解？那伫咧广告的是大波人的福音，哦，迄个以前伫李文教会实施的是李文教会边有一条街叫做啥？福音街，福音街拢是地点啊，啊，做先来先，啊，点点啦，拜人啦，落了，啊，行对迄个福音街出去。啊！就他妈的救啊！迄个福音街原本是咧纪念耶稣基督福音，伫遮定根，伫柳园定根，无拍算到在变做地点了。只要是耶稣基督咧传天国福音是啥？注意一下，伫圣经伊讲，伊行遍遮各乡乡，伫会堂教世人传扬上帝国福音。在会堂传扬上帝国的福音、天国的福音，然后天国的福音出来到外口，就爱医治、救助所有伊所拄到的三只的歹命人。在会堂内面传扬天国的福音 （good news）， 然后天国的福音在外口，让你信徒四散出去。在外口，你若看到这些歹命、艰苦的人，福音对因有什么？功效，还是福音对这些人要讲什么？福音会当落实伫这些人身上什么？福音甲这些人有什么款的机会会当对遇、encounter？ 我想这个
再来留下来这个早前耶稣安尼行，伫会堂内面，伫会堂内面注意，我伫咧讲这个会堂内，咱即马嘛是伫会堂内，然后出咧到外口，会堂外你会拄到真侪人有伊的生活、工作、家庭、婚姻、教育，最侪方面有问题。但福音甲遮个人会当做甚物？我想即个是基督耶稣，伊伫咧传扬上帝国的时，伊拄到的，伊咧做。今仔日当咱讲，咱是基督徒，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耶稣基督的学生，当咱继承即个，伫中心教会也好，伫永福教会也好，诚做一个教会，佫是一个团体，基督徒是一个个体。啊！由会堂内面，咱领受信仰的福音，出去，咱会当做什么？面对外口真侪问题、艰苦、哀愁，这个福音会当甲遮个人有啥物互动？我想这是基督徒不断爱伫遮个想，免在福音真正会当领受到一项神爱什么？世人，神爱世人。即个世间人啊，上帝疼恁啊，借着我的存在，上帝疼恁啊。咱一生来到一种话，就今后迄个囡仔爸母去世，然后咱一生应该讲上帝疼你啦。那咱一生，咱一生应该讲上帝疼你啦。咱一生，你搁一辈到第八房。就伊个先生，咱伊先甲伊讲，咱会当三足牵手来对这个囡仔讲，上帝疼你啊袂，请你挂我的大腿骨来医治伊，让这个囡仔会当经验到真正上帝接着咱伊个疼你。因为这个是信用，咱真侪人伫咧追求，讲我那复兴教会的方法，怎安怎样？我甲你讲，拢唔免，拢唔免，倒转来伫这个，倒转来伫这。真正福音来，咱伫这好好啊对这做，倒一间教会，咱好好啊对这来做，迄、那个教会就会真做一个真影响力的教会。你要相信啊无？你要讲阿门无？你可以用什么款的方法论？拢无效，你内面若欠缺这个动力，什么款的拢失效。所以伫会堂内面，甲伫会堂外口，这是教会的两个面向。伫灵修，家己伫灵修的白房，灵修了出来，你甲人去安怎样伫咧对话，安怎样伫咧互动？这是基督徒每一个个别的基督徒，你要安怎样做见证？你有能力做什么见证？你有能力他带人信主无？一个伫白房内，伫白房到出来到外口，甲人有互动的方式，你的态度，你的生命的本质，一个伫咧影响你内外的信仰甲见证啦。会记得耶稣第一拜。我今日第一摆站伫咱天父的讲台，耶稣一生第一摆站伫会堂的台顶，人提先知的册给伊，伊就翻开以赛亚书，伊来讲起咱道经来读，路加啊四章十八节到啊二十一节，到边来的。用花字来打一遍，来，主的灵提到我，因为他拣选我，要我向贫穷人传福音。他差遣我宣告：被掳的得释放，失明的得光明，受压制的得自由，并宣告死主的拯救他子民的恩典。他就对他们说：今天你们所听见的这。注意，耶稣在遐个文章读一段圣经，读了了后，耶稣就甲因讲：今仔日恁所听见的这段经文，
已经应验了。什么叫做已经应验？已经实现了。今天你听到的这段圣经已经开始在执行了，什么执行？在耶稣的手开始去做出来。因为咱今天咱吃这一个基督徒，道理不免捌真多，真正的道理是你要听，然后呢，就去行。信仰若无行为，安怎？是死的。我常常在面对所有的人讲，若要信耶稣，真正咱就要来信真的。那你若真正去吃做一个基督徒，咱真正就好好啦，来思考耶稣基督的温度，耶稣基督的爱的是什么？你真正就照安尼去行就好啊。所以你唔免用其他的方式，他妈咧做啥物？唔免。有太侪咱的长辈，伊无读啥物啊正式学校的册，伊读圣经，然后伊就好好照圣经去做。你会发现，伫社区、伫教会、伫家庭，哎呀，做真好、真好、真好的影响者。信仰唔是咧讲我知偌济，我捌偌济。信仰是讲你知。你去做偌济，咱实践偌济。耶稣甲迄个当时的人讲，今日所听到的这个经文，已经应验伫恁中间，因为耶稣已经照安尼个所在去行。因为信仰对耶稣来讲，迄是一种宣告；信仰对耶稣来讲，迄是一种宣告，嘛是一种行动。咱逐摆，咱若伫咧读圣经读了的时，读了你就要讲阿弥，迄是，然后迄是一个 proclaim， 迄是一个宣告。然后了了后，我就照阿弥去做。所以逐摆若书的读了圣经读了，常常拢会讲一句话：愿上帝的话，在咱的中间听不见，这就足够。信用是一个宣告，也是一个行动。信用都要予伊落实，上帝国的福音都要落实，伫倒位落实？伫你的目睭前，伫你的身边，伫你的家庭，伫你的教会，伫你看得到的，就是伫你领取的信用，然后伫你本身开始要落实转化。迄个转化。记得你是第一个，你是第一个领受这个福音的人，你的信仰要安怎改变？然后你当你入去到伫家庭的中间，家庭就是你接触要最见证影响的所在。因为咱底下常常咱拢家庭起一个标一句一个边啊，拢讲啥？基督是我家之主，吊甲真大，吊背甲真水，吊甲真大，但是。像厝内下面在做主，练习在做主，真侪人讲，阮头在做主。啊，我今年受兵做咱总会性别公义诶迄个委员会主委。啊，我即摆接到的，啊，真侪人过去是讲，阮厝内迄个大哥诶吼。有暴力啦，真安全啦，大男人主义啦，即个真侪大波人登来到厝内吼，厝内啥物最主？不是我讲的，是你讲的。现代台湾社会已经慢慢啊变作一个女性抬头，抬头到一个什么程度？大波人伫外口甲人讲的拢无错。附近人出来到外口跟人讲的，但回来到厝内，大部分人不敢反对。哎，那个已经倾向已经变起了。所以今麦有真侪暴力虐待，是大部分人开始要化忧啊。阿姐，那要安怎这个信用，要安怎落实伫遮？真正也是咱的家庭是基督最主。那安尼，咱要安怎真正幸福伫这个信用？听。领受，搁照安尼去行，我怎落实？既然人伫基督内面，伊着安怎？诚做啥？新创造。每一个人，咱
咱真正伫你的性命哪会当，哪会当？甲你的性命、甲你的人格、甲你的性格中间迄个破口，上大的破口、上大的缺陷，哪会当？因为信仰的缘故，奉主的名，甲你遐迄两三项上问题、上大迄两三项甲提掉。我甲你讲，你就有真大的故事通讲，你就有真大的见证人，因为你家己本身就会当有一个故事讲。前的我是安怎，现在我是安怎？基督的教会，基督徒都爱做到这。在你身上，你已经信主五年、十年、三十年、三代啊，然后每一个人福音拢去碰到迄个缺口，需要软弱、软弱有罪人。有罪人是啥？不是别人，第一个是啥？我家己主啊，求你怜悯我。咱每一个人身上拢一挂破口所在，唔忘记了福音大声落实伫你，唔忘记了福音大声落实伫你的家庭，唔忘记了福音乃当落实伫这个教会，这个教会真正是尊主最大的教会。我跟人家教会耶稣基督教会是啥？恁着三听着好福，大家人伫遐追求同一个印象，同一个，然后大家人伫遐尊主最大。我跟你讲，外口的团体拢爱来长老教会来教会，甲咱讲。圣书若做过会长的，到尾拢伫咧评课，拢伫咧评迄个迄个组织。圣书人伊伫教会，大家人做牧师、做长老的，大家人拢遐尼谦和，态度讲话遐尼，然后退场了，人拢会去支持现今的遮，大家人有一个拢真正一个尊主最大。用因的信仰，用因的印象，伫咧带即个大家人幸福，教会有可能啊。若有即个教会变做一个医治的所在、安息的所在、鼓励的所在，然后我可能当时咧讲故事的所在。信仰若失了遮个，你阁用啥物补拢补啊？还，这是我伫资料顶面。看到咱的文化教会同事，咱的教会嘛有一个对内甲对外的。耶稣伫咧讲的福音的方式七条，咱的教会有哪有？对外咱要创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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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内咱要创啥创啥，有咱无？即个问题，即个内外咱有法无？不然怎样？真水，真有贴心，真和谐，大家人甲即个印象。教会存在有伊个内外两面，教会内个生活，甲教会外个见证，这两项。内面若无三好，无三听，你对外你就无力。有真侪教会，咱真惊真惊，你去信耶稣，你去信耶稣，啊有人真正迷信才入来到，入来上班去到教，啊结果伫遐无入去无代志，坐入去了才受伤，搁较厉害，因为伫遐看到教会内面一个问题。会搁较失望，教会要安怎真正会当服人来？干那个即个内面，咱会当三听，咱会当服务，每一个团结拢同款，真简单。然后每一个人伫信仰内面拢受造化，去造化了后，你的性命甲以前无同款，啊变作一个真温和的人。基督徒啊，拜托，落来变作一个真谦和的人，温柔的人，安怎？温柔的人安怎？耶稣安怎讲？温柔的人安怎？无好奇，因因要得到土地。温柔的人有福了。每一个人辛苦一个心田，你若对我温柔谦和，你已经得到我的心，我的心花到你过去。基督徒基本上爱是一个温和谦卑的人。第三。福音的基督要传出去，所以拄则来讲啦，福音要在地，福音每一个教会底下有教会特质，每一个教会要底下找讲，咱这个教会伫遮社区有啥物需要，然后咱家己内部教会受造就，然后伫教会社区在地教会社区找伊的应用，甲找切入点，然后教会啊，佫是一个 global， 是一个普世性。国际化甲外交三一年的，迄个因为伫通过拢是伫上帝国天国的真理、天国的价值，所以无论你去到倒位，
咱是基督徒发出来光同款、理同款、意向同款，你拢甲全球的基督徒的信仰教会拢会当三千三年。伊讲到这个时候，我有一个挂念，我看到现代教会拢真侪敬拜赞美，然后敬拜赞美歌拢是本土家己写的歌，这点是好，这点是好。但是敬拜赞美到一个程度，拢伫咧唱家己写的歌，煞全国际化去咧，全无去。对啊，伊早起我真欢喜，重新重新教会传歌的是传一首《上帝恩典》是真正大，吼，这是咱本土的人写。也祈祷的是，这是极好。这首歌恁提起到德国，提起到英国，提起到加拿大，迄个美国，各所在去到迄个，不是即摆伫咧拍迄个足球，伫倒个吧？巴西、巴西哦。你去到遐，大家人拢要听这首歌。注意哦，敬拜赞美有通从传到遐，传有 local， 有在地化，有国际化。咱所有物件，咱咧兼顾起来面。啊！教会耶稣基督的见证，耶稣基督的见证，你去行，你就会去。你对遮，你徛伫遮，咱的 GDS， 遮我伫遮，然后头前我要行，你就会去。这两项，我伫遮，这间教会伫遮，耶稣基督给咱的印象伫倒位，目标伫倒位。这两个设定了，每一间教会开始对遐开始行出家己的特质。啊！福音有伊个进展性，绝对要伫个人的生命开始改变，到伫家庭，你要来影响你的家庭，家庭然后影响。咱今日伫遮是足侪家庭，伫即个才变做咱的教会。咱的教会影响个人甲家庭，个人甲家庭，我搁来影响到，啊，这种是正面的，是起造性的影响，毋是破坏性的、跳跃性的。来到教会，要得到安逸甲鼓励，唔通来到教会，佮带一罐毛粮倒转去，哇，迄就足无彩。咱的中心教会也好，咱的英国教会，咱会当真侪，予人倒转去，是三甲白囝、母囝，慢慢咧讲，今仔日所得到的信息，今仔日所得到的领袖，佫是真水的领袖啊。教会真正真侪人的心的欲望，破碎的人的欲望。教会定定伫这个遮，还有一项。耶稣基督讲，我也够羊是伫调外，所以这条耶稣基督福音，唔是干呐拢伫会堂内面顾这基督徒。耶稣基督也够真侪羊是伫外口的调外，啊，调内羊甲调外羊有一日拢会受到关心照顾，然后调内甲调外羊有一日拢会当够合乎规定一个同款的一个步骤，我想这个同款今仔日。这个经文可能应验在咱英国教会信仰见证了。耶稣基督读到一段经文，伊就甲咱讲，今日这段经文就应验在咱英国教会。啊，每一间教会拢想的拢干那哩想怎样，实况化、落实，然后会变作活活会当看、会当见证。哦，咱每一间教会故事其实。那敢那那会当安尼好好来，迄度真侪讲袂了的故事。我今日唱的今日是歌，啊，两百空时咱拄只念的歌是啥？我今日讲一个故事。哎呀，其实教会那会当有一款的，咱的故事讲袂了。教会的确还有侪侪故事通讲，然后这个教会就予人看得真活泼，就很温馨。然后这个教会真自然，人就伫里游一进来。这些人对倒位来，你唔知道；有人对中国拍电话讲，哇，你倒去倒一间教会；有人对美国拍电话讲，无人你倒去倒一间教会，因为迄间教会安全。因为真侪时阵，我咧讲，哇，带人真歹带，无影，你若甲一间的一个教会做好，人会伫一边。阮教会来，然后找人出去，然后挖出他人。我伫这个只讲一项，这是今日阮中心到位来到伫只，啊，阮真真正真多谢。啊，下早起我无电话，就叫醒了。原因到位车都载着别人，啊，早餐店，啊，早餐店就去，啊，啊，伫这个到位，到位是一个真麻烦。你若讲多次到位哦，多次到位无发电就无发电，
啊，若发展起来了后，人活入来了后，造成社区周边足大的困扰。我家己的车都拖三摆，牧师娘的车都拖一摆。啊，一段时间教会，因为时间已经较无闲，迄个等下你看到一个名片，我教会才23.5，礼拜堂23.5，千百外人伫遐，啊，你知影迄拢是主体，你车停到倒位就叫我赶，车停倒位就叫我赶，即马附近即马煞全传甲真歹听。你头前厝前若去用车挡掉了哦，拢去找伊重新搞的，去找伊重新搞。有当时啊，人拍电话牧师，啊，是的，真正是阮的。有当时啊，拍的，不是，迄都不是阮的，还是外口即马规条，都拢伫咧传讲啦。车都用挡掉，迄拢去找伊搞的对。搞的伫即个外口到104, 105, 106, 107。甚至到108，保存的钱条咧，全部输了。即马煞变做，佮教会煞甲厝边隔壁拢伫咧卖古时的所在。因为伫即个遮教会见证，会去拄着真大的麻烦，特别是多次教会。阮毋忙，我记咧大人，了是耶稣基督的道路，三体关系。今日阮坐咱即个遮吼，我想即个生意团结形成的，你敢知？因你看，你坐在个中个旁，伫中心教你，咱上只23.5，然后因落来当遐，啊，这个手差不多拢起掉嘞，脚拢起掉，那么紧，这是对阮来讲，是个奢侈的空间啦，啊，是个奢侈。你白是无他们亲戚，我咧拉他们，阮只大了以后拢摇了了，拢全变做折叠椅，所以。因为咱先来看一个影片，然后再分析。中心虽然小，
真袂歹哦。关社区的小朋友，我知影讲咱的幸福教会过去社区的工作做了真好，唔忙。今仔日耶稣基督给咱的这项，这个教会无论如何爱甲社区连接，是对时间的连接。教会爱用足侪策略去甲个社区展现讲，我听你，耶稣基督，关心你。相信无，相信教会常常出咧外口，伫咧举行大场的公园的报道，甚至相信教会受邀请，迄个幽人神鼓迄个啊，全台湾上好的拍鼓啊，叫三万人，去带三万人，啊，相信教会敬拜站的团体啊，带十多分钟来比信者，伫遐咧敬拜。都有咱的祝寿，即拢礼拜日23:30，穿到目睭睭，然后搁穿了去店外口，遮尔热的天气，外口嘛热爱侪人。你想讲这车，每一班来这车都停在倒里？咱对面了一个停车场，有两拢无。那车无法通停的，普通话都无法通停，真诶，都用看，真诶，都用看。福音诶见证，各所在爱努力，咱受安担，伫即个无共款诶社区诶内面，伫每一个社区有伊诶特质，每一个社区教会按照切入伫迄个社区诶需要。我想我将下面的时间，我阮的长老有机会三脚来分享一句话，好无？我将下面的时间交阮黄信长老。各位听，大家平安哈！咱看到我们出来介绍这个环境哈。其实，就是到我对细汉，应该是对20岁到即马，吼，二十八年，我看到教会变化足济吼，各阶层、各什么都讲。其上主要就是这客服班带领这个教会改变足济。啊，你刚看到这个23.5坪，吼，这个客服班礼拜，阮做7年，好好的肯肯定教会肯定，还有协会、市长会的肯定。上主要你有看到头先迄个千岁合唱团，我们师公就讲90边境几下去游台湾一周，迄项我惊着，我无可能带90几岁游台湾一周。但是咱看到用心教会这个千岁团，行一逝不长啊，都欢欢喜喜，大家拢袂难跳。我想教会伫这个社区的时间有足侪付出，但是我看有回馈。但是目前遇到这个空间问题。请问客服班好好希望我们家里不是空间都不够，所以我接下来报告我们各堂的状况哈。那另外报告我们各堂这目前的计划，但是很空，因为在面临哈，大礼拜礼拜刷椅啊，各块都搬搬下，都刷都空间出来，每礼拜拢是单来刷，有一个报告哈。每天我这个报告是阮的课堂基金哦，阮的这个预算，阮希望阮预算是4000万买到一个200平的空间，哦，200平的空间。目前呢，阮的课堂基金是932万。那这几天可能阮这段时间会甲迄个教育馆，哦，伫头前迄礼拜堂的6楼售出，哦，575万。那是安尼，阮加起来，佮加目前的图书馆。甲会堂啊，预估出去是1700万，所以那安尼预估整个阮目前中心教会的各堂基金预估是3207万，但是我不要4000万，阮大约还有800万，我来努力。但是中间我爱甲阮现现况的图书馆、甲会堂、甲教育馆卖出，才有跩的经验，所以阮支持的募款哦。
下一页。其实阮一开始只是伫2012年七月，阮看到一个标的物，迄个标的物是建的地坪300多坪，而且钢条，迄个钢条实在真正袂歹，但是呢，我们啊当时无块经验，所以无法去买着这個。迄、那个相当好，你看一楼做礼拜堂，迄无条啊，一个工厂300平无条，相当好的环境。二楼会使做办公室，甲主流教室；三楼会做书房，相当不错。但是需要3600万，所以当时是阮中心教会无这个经验，所以就失去了这个机会。下一页，碰到2013年的2月哈。我们看到一个在文心路边的地下室，所以我们金额有限，台中市的地价包含房价一直飙涨，所以我们的目标只能锁在地下室。所以我们看到文心路旁边地下室看到一个柜体是证券堂的空间，约200多坪，格局都相当不错，可是它现在已经结印在旁边，一直在飙涨。对，五万多，现在飙涨到14万。但是我们也有信心哈，要开始努力。下一页，在2013年10月，啊，十月底，我们去看到一个，崇德五路的地下室，500平，2800万，那个装置费差不多得过了预算，但是我们面到了一个问题，那个是住户，那管委会要跟伊沟通，要做设计图，不然我们就。所以你设计师设计好的图，结果要在下一步接触的时候，管委会拒绝啊。所以你这个刚刚在讨论这个点，我说面临的那是住户住家的大楼，机会不大，这对有住户 complain。所以问题办公比来，要走访不管是一楼以上的 OA 办公大楼，还是讲比来的变化，我希望够新的电工组会。所以你这个时间，我过堂消除。要甲伊报告，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，咱的中规这个购堂条款吼，白足死的。像头先迄第一个 case 3600万，我若有法度用我的回忆去贷款出来就解决，但是咱的条款无法度安尼转借，白死伫遐。所以最近甲中规有沟通某些方式，要突破这个问题。啊，其实这嘛是黄牧师常甲我讲，伫都市社会面临。这个地价房价一直飙涨，搁这个法规的问题，阮拢爱突破这个问题，所以希望各位家己是咧继续为阮流行单位代表来关心。咱三个祈祷，愿耶稣基督的话甲信息，愿上帝国的价值甲真理，真正落实伫阮家己的生命。耶稣来，予阮的生命得到丰富。耶稣来，予阮的生命当得到拯救。耶稣来，予阮找到人生新的希望。愿教会耶稣基督的教会，嘛变作阮众人受伤的心灵、孤单的心灵，伫遐得到重新充电的所在。愿这个教会，甲所有的其他的教会，拢会当真侪上帝祝福甲拯救社区的一个工具。愿主的神伫阮的中间，愿咱祈祷感谢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